2月16日，孙艺珍出席新剧39线上发布会，这是孙艺珍宣布结婚后首次公开亮相，身穿 V 领黑色短裙，泡泡袖加可爱水果印花，大秀美腿又长又直，性感可爱，反差感十足。在发布会上，面对婚后的回归，孙艺珍谈2022年初宣布结婚对自己来说是非常重大的事情，与玄彬结婚就像是命运一样，也很感谢大家对自己的祝福。面对主持人的婚后感想，世界真好，很幸福。孙艺珍也微笑回应道，我也希望如此。据悉，今年年初，孙艺珍玄彬先后在社交平台晒出手写信公布婚讯，表示将于今年3月完成婚礼。二人在2017年共同拍摄电影，在结束合作后，彼此都表示对对方印象很好，玄彬更直言表示最想和孙艺珍再次合作，如今一起再次合作爱的迫降，在拍摄结束后被曝恋情，两人也承认恋爱，这也是孙艺珍第一次公布恋情。看到这一对荧幕 CP 真的一起走到婚姻的殿堂后，感觉就像是圆梦了。最后也祝这对甜蜜荧幕情侣一直幸福下去。